洗衣件都要买，明星限量收藏品。今天来的艺人，他们非得要一手货，一个早上跑五间店以上，就是为了要找这些，绝对一手要拿到。目前你看到了一二三四五双，啊，你全买了？我买了五双不同样的颜色，台湾现在目前只有一组。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，虽然很好看，很少看到球鞋，真的。因为Chanel它很少有出球鞋，所以这个一出我就觉得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